喂，胖达，你开家冲啥？还装个什么样子？走了。我们今天在台北卖用的卖油，跟他是同公司的，和谁都能买近一点啊。农历第一名打电话给大嫂，说我们到了。出去才卡啦，这敢收有哦？你看，现在泛亚漫游使用台湾大哥大网路双网，哎，怎么可能会收不到？那你我的第一名，加 number one， 俺的专心霸名头。没错，泛亚电信就在你身边。